你要香香的，我阿爹才会喜欢你。是副将秦将军的女儿，后来秦副将战死沙场，将军不忍，这才收为了养女。偏是太子出事那一日，所有内奸当值记录都不见了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他们有心不让你查，你又能查到什么东西？不过我倒是有一计。别把你打仗那一套用到我府院中。我还没说呢。你无非是想说，她是相国之女，把她嫁过来肯定别有用意，我可以借此来一计，请君入瓮。将军不愧是文韬武略，在下佩服。我不想利用他，你另想他法。我问你，你为何如此信他？想伪装好一件事情很容易，想伪装成一个人很难。总之，收起你那套法子。然后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元宝，故事讲完啦。元宝，这阿爹来做什么呀？阿爹，你快许愿。阿娘说，一只萤火虫，一个愿望。你从哪儿听来这个说法？我在书上看到的。阿爹，可不可以给我讲故事呀？好。将军，那你先和元宝讲故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我要讲一个和萤火虫有关的故事，你也留下来一起听听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的出现就跟萤火虫一样，照亮他人的路。
剑蜘蛛将军，剑蜘蛛将军。琴键一抹痕，思绪暗淡。欲说还休，故事已落霜。似曾相识，你的目光，镌刻心上。将军，将军，快醒醒！萤火虫，有了萤火虫，就一定会有希望的。流进去，沉落在谁手掌？那一语浸润了春色，心事变柔肠。思念躺在镜子里，掀起细浪。笑和泪模糊过从前，言语几分像。闭上眼，仿佛是你在我身旁。那一别在于是容颜已换了模样。思念躺在镜子里，掀起晴朗。将军和夫人，圣上得此番邦贡酒，特差老奴赐予将军和夫人。王爷请放心，宫中的值班记录不是谁想查就能查得到的。刘海内奸这般恪尽职守，那是自然。老奴还要替圣上去将军府赐酒，就先告辞了。将军，酒也喝完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
应当是记得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他，这三年来没人能受得了这迎春谷。十七啊，你还得谢谢我。哎呦，海内姐，海内姐，你没事吧？玉酒，玉酒啊，玉酒洒了可是要杀头的呀。海内姐，请。
马上就去。韩内监，御酒也只是酒，咱车上还有半瓶花挑，倒进去谁也不知道。好，快去啊！哎呀，